但写颠倒，还写镜像。镜像像这个吵架的这个手，它就是一个镜像。那像这个孩子的还颠倒，那这是其中一种。那另外一种是像，这边这一种，左边这一种的话，像它这个少了一画，所以这单位不一样了。这个单位该有的都有，部件该有的都有，左右颠倒都镜像。像这个年也是，镜像啊，这个地方。但是像左边这一种就是笔画的问题，少了一画，或者他在选词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，像这个爱心的心写错了，应该是另外一个心嘛。那或者像这个它上面的问题可能不大，问题在这个无忧无虑，不是无虑，所以忧也写错字了，虑是字形的问题，所以有些时候会是这种字形的。那有一些会是构词的，比如说像他的那个动机的机写错了，不是这个机嘛，或者那个短，这个短他本来写颠倒，后来发现把右边涂掉，把死写到左边来，对对。那有些时候没看到这个，像这个是过程的程，他写成功的程，所以他知道过程，他要写过程，可是这个程他填错字。像有些书写障碍会是笔画，但是有些会是像这种。那这种单纯的书写障碍其实比较少。我们回忆一下刚才我们讲的是，通常都在英文来讲是拼音正确，在我们来讲就是写字。